竖画在横画中间。这个横要长一点，撇折对准竖的正下方，点，注意这个宽，针要变化，出头要滋，往右上方带，笔断一连。找高低错位，上宽下窄，横不要写太长，撇折，第一个撇的要小一点，第二撇折要写大一点，两个撇折的起笔要离得近，右部也是一样。对，这个点对带这个点，字形方正。有粗到细，横左低高，上面出头要短一点，竖画。横折钩。横稍微细一点，竖要粗一点。勾上去。高低要错位，横间距基本相等，下面空间大，上挤下松，右边这边留出空间，平。两点立到近，横不要写太长，提按向左下方斜行笔。注意，下面是三个点，这两个点要向右带。新字体的时候，在字的中间偏右，勾上去。这两点要呼应。这宽窄要对比，间距。